你不要拿你的，好，你设的鞋子，他也把你当做黑，当做这个线哦。那不小心，你看这小黑。我们今天是一个在这边比赛的开场哦。那明天开始，我们还有其他的项目赛事，我们从早上11点到下午10点。所以这4点的开始，如果说大家有兴趣可以来看。那我们比赛的时候会，会把会的赛事一样，就比如说还有篮球，会有踢球，然后会有。 Do you want to follow him closer so you can catch him? Darwin! <咳>那我们刚有看过了哈，这个这边的地面是很大的挑战哈。这边地面有很多很大不平的地方。你那个有白色的鞋子，请你一点远一点哈。那个白色的鞋子它会当过这个线。好，现在那个台哥带已经被加拿大队伍赶过去了。哎，你的白色的袋子，请你有白色的鞋子，白色的东西它都会当过线。啊，先生，麻烦你白色袋子，不好意思。 Even though the robot from Canada had a bad start, it's now in second place. Now all you have to do is cross the finish line. Go, go, go. Good job.